上沈小丽为大家带来的歌曲《家在心里》。沈小丽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民族声乐专业，曾参加过2018年水立方杯海外华人中文歌曲大赛，进入成人组十强。最后一个节目是由徐梅老师成人舞蹈班表演的广场舞《跳起来》，让我们大家一起随着音乐的节奏跳起来吧。